各位信众大家好，咱主义堂家有提供咱客店光明灯，嘛有提供咱的文昌灯。文昌灯的意思就是讲，请文昌帝君赐予咱智慧，予咱今日求学之间，当有智慧来学习，在咱需要参加高考、联考以及大考之时，咱嘛通来点咱的开星状元灯，会当予咱金榜题名。在咱进入社会以后，咱来点咱的事业灯。当然有需要求姻缘烦恼之下，那么他来求这个烦恼灯，向烦恼成功，赐予咱一个好的姻缘。在咱事业成功之时，那么他来求这个财力灯，来求这个金轮如意灯。在咱年老之时，咱来他占这个终生福寿灯。若讲咱难免有阵仔病痛，咱来他点这个药师灯。在某年圣情，咱有提供着咱招财灯。咱若凡事有来安奉太岁来点灯的信众，咱一年有365天，每天拢会甲各位信众的大名一一来呈现，我保佑庇佑各位信众身体健康、平安顺遂、保佑慈悲。